少爷，我们到了。少爷，您真的想好了吗？这所学校弥漫着一股穷酸气，到处都是可怕的庶民，您高贵的血统会被他们玷污的。普通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。那样的生活我受够了，我生下来就是富家公子，玉树临风的身姿，倾倒众生的美貌啊！这样的我根本就是魅惑人间的罪人，所以我选择了这所破学校。在这谁也不知道我是个有钱人。今天起，我只是个玉树临风、倾倒众生、魅惑人间的不起眼的普通人。只有在这所普通中学，我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。我叫万岁，我真的很普通啊。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平民百姓吧。我能从他们的脸上感受到底层生活的残酷与艰辛，他们肯定猜不到他们的新同桌会是我这样的有钱人，不是做梦都梦不到。你家很有钱吧？你家很有钱对吧？这个平民为什么会知道？你穿的是富有中学的制服对吧？就是那个有钱人去的学校。完蛋了！